收到了吗？收到了啊，我拉你一下。行。我声大没？我声大没？这回声大没？我这回声音大没大？你玩什么？大了。哎，我拉你了，我的声音大没大？现在突然有点大，比刚刚大很多。刚刚突然有不点清，大。对，刚刚不是很清楚。这回呢？啊，现在好多了。再说一下，这回呢？现在好一些，我哎，更好一点就大。行了。我拉你了，你进来了吗？等一下，马上。哎，好。咦？这怎么复制粘贴不好没使收呢？到，是我打错了，等一下。不是，是我的问题，你发的是图片呢？哎，这回收了，这回来了啊。收到了呗，没发对，图片的。对，这就我求我不是那个一筐桂圆儿。哦，一方桂圆，我这样求我也不挣你。你喜欢吃桂圆吗？我喜欢吃松子，骚子。啊，松，松子就儿是啊。剥开里面软软嫩嫩的那个。明白了。吃松子儿容易上火呀。配点清火的就可以了啊。你喜欢你不喝喜菊欢花吃茶吗？吗？我最近喝的多的是，茉莉茶，没有喝菊花。茉莉茶也行，茉莉茶也比较去火。那你平时喝什么？我喝菊花茶。你听你这声音，你应该喝枸杞茶了吧？我声音咋的了？没啥问题呀。感觉挺老的，该喝枸杞了吧？挺老的，你都不一定有我，你都不一定有我岁数小。我反正听你说话，感觉像30多。30多呀？对，我看看你的半版所以 ID 我以啊。为你喝枸杞呢。本来我还想给你点个关注，但是我现在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吧。点着吧，真的是，万一以后有需要的。需要不了了，马上这单完事儿我们就结束了。你这个，你去你的半接单，我已经走了，我去我搓我的澡。别啊，哥，不，咱不喝枸杞了，行吧？喝点别的，还是喝枸杞？不喝枸杞了，喝我别才的，二十喝别的。八啊，我没到30呢。28，那也不小的耶。二十八岁行吧？你打哪一路啊？我打上路啊。你不打 AD 吗？我不打。行吧，你是上海人吗？我不是，怎么啦？那你好像是机器人，我感觉。我怎么是机器人你说了？话的方式有点像机器人。我说话像机器吗？不像吧？你是说我说话有点慢是吗？好像是有点啊，那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四川的，但是我说话不知道，反正就天生有点慢吧，不是故意慢的。明白了，四川的，那我就知道了。你可能是平时辣的吃多了，以导致你的嗓子、你的音道、声音出现了点问题。你在说什么？还是来武器 大师那。吧。行，那你，
多大呀？你真的28吗？我28呀。28的年纪，应该加你，那你应该都结婚了，都这那啥的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你知道你的说像太你这多了，年你。纪，你说像你这年纪的男孩子，一般情况下不都已经，要么就是结婚有俩娃，要么就你一带俩娃了吗？我没有娃呢，娃没有。我还是没造28岁呢。战神，我来个武神加个十，啥你？我没有。行吧，我玩露露啊。行。我反正尽力不拖你后腿。反正尽力，那我就明白了。是啊，那你别对我抱有希望，什么超神选手，什么这那啥的别的。那不会的，就不抱有希望了。你多大呀？没有期待别才说是话最大的期待。啊！你别说话，我猜猜你多大了？我想想啊，你猜吧，你应该你猜35对了。了有奖。咋的，一报还一报吧？我刚刚说你30多，你现在说我30多。你应该35了。我听你说话的口气呀，稍微有点像35的，但还没到40呢啊，没到呢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？我没有小心眼，报复心你太我强就是嘞。猜一下嘛。那我说你18呢，你是不是18那么大？那你还是35。喂，我们不说假话。我醉了，我有35就好了。那你多大？我你犹豫了，我猜对了。23，什么呀？真的是，你猜对了，你猜的一点都不对。35D，这是对的，35D，你有三三十十五个五弟岁弟，这就不对，你弟弟都35岁了。没有，我弟还在上大学，啊，你还有弟弟呢？那你们家咋的？我不能有弟弟吗？那你你有吗？你有弟弟吗？我有弟弟，我有一个你弟有弟，几个弟弟？我有一个弟弟。你弟弟多大？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他多大，我忘了他多大了。但我估计我28，他现在应该也就24吧，可能差不多。你弟多大？你都不知道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已经我都忘问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多大。我上初中，他应该，哎，不对，他跟我的年龄应该差全不了军太多，出击！他应该26了。你妈生你俩间隔这么短吗？你妈生的你俩也挺不容易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。我也不是，我那是表弟。你咋这么能唠呀？我跟你唠啥你都接得上，服了。那确实接得上，你跑。你往哪跑？啊？看住！哎，这人，哎，往哪跑？嗯，我给你一个。我听你键盘不错呀。挺便宜的，20来块钱买的。这操作有时候有点难受。我听你这手速还可以啊，你的感也觉不到你应该差呀，是一个高玩。还高玩，什么高玩？不是，
我怎高么端觉玩得家你呀，处高处玩嘛。话你都有话呀，哥哥？没有高玩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你呀，我本以为你是个高玩，我没想到啊，你却是一个低玩。结果你匹配到了一个菜鸟。还行，41的魔抗。嗯。你每天都是在打游戏吗？不的呀，我给人搓澡的。搓澡的。啊，搓澡的，你喜欢搓澡吗？还行，反正没事的时候会去搓两下。那你喜欢红酒搓还是牛奶搓？牛奶的，牛奶的搓了之后滑一点。你别搁那打盒了。行啊，呀，这小丑居然带着闪现，牛奶搓，牛奶搓贵呀。其实都是去那个，就是那种按摩店里面，它是全身 SPA 那种。全身 SPA。 嗯，我没什么空做 SPA 了，我只能给人搓一搓。那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搓澡？我喜欢给钱的搓澡。会给多很多小费吗？搓澡一般人不带钱包，没有手机。小费也就没有了，搓澡的还要小费。够了，三。想告我？你又回来了。关键人家小费的老说给，但是搓完以后就没了。会不会搓到什么地方？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个问题，你问个问题，就是搓到什么特殊的地方会不会很奇怪？不会很奇怪，我都一天搓那老些人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会长大吧？搓澡应该搓长不大，应该。我从小搓到大的，那都没办法长大，长不大的。你学习可以让你长大。人生的经历可以让你成熟。那你经历过多少？我经历的还挺多的。我28了，你说我经历多少？你二十几来着？我忘了。23，差你一点点，差一个12345吧。这值一波钱吧。差了5年的经验，你要不要帮我普及一下知识？那可能帮你普及不了，他俩性别不太相同。我经历的你可能没经历过。那不是说男孩子和女孩子可以沟通一些互相的经验吧？什么经验？你要谈恋爱啊？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男朋友，单身的，天天死宅在家里，跟腐女似的。现在看有的女孩子都感觉老帅了，感觉自己可能为了恋爱，性别都不用卡那么死了。啊，就是你男的女的都行呗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单身太久了，感觉女孩子都变得老帅了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单身的？我打不过啊，气死了啊。什么时候单身的？我单身了快2年了，自从上一个
上一个渣男从我生命中路过以后，我就再也不允许别人渣我。哦，不允许别人渣你，行。那你就是到现在都没找着呗？是没找着，哼，没找着。等一下，往哪往哪撇？不好找耶，咋那么容易找？好吧，完蛋了，打不过了。这玩意儿挺难耍的。你别怪我啊。没事，比你再菜的我都见过，没有关系。真的吗？那你单身吗？我不是单身。啊、哦，你有对象？我没有对象。那就是刚刚说的你已婚。我已婚了呀。好吧，你不用失望，我们俩确实是不可能。我没有失望，我哪失望了？我没失望呀，我只是问一下你，问一下你。那上一个渣男是怎么渣的你？你要问这么让我难过的事情吗？你是不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？没有，我们就闲聊嘛，真是的。那我们不聊天，你我在上，你在下，俺俩这么远，我也无法与你勾留。那总会有在一起的时候嘛，只是现在短暂的一上一下而已。有点怪。然后，哎，小丑，哪来个发条？一提起我之前处的对象就来气。咋的了？就是我以前就不玩游戏，也不干嘛的，就是他玩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玩，完事儿，他带你玩，然后他不玩了。你玩，我就老说他呀，我说你天天玩游戏，我说也不和我聊天，也不陪我出去玩什么的，这那啥的，你就天天在你家打游戏。他的时间安排就是打游戏、出去和朋友喝酒，然后之类的，就不管我呀。情感经历还挺丰富啊，你是谈过几个恋爱呀？两个。就这第二个有点气人，所以后面想，哎呀，是不是游戏好玩？那我也玩游戏的，谈什么恋爱？最后发现是不是游戏好玩？最后发现游戏也不好玩，恋爱也不好谈。游戏主要是自己有点菜，就没有那种。我谢谢你。游戏体验，你知道吗？一进去。比如说玩个 PUBG 吧，一进去可能几分钟就被别人干成盒子了。玩个撸啊撸吧，就是挂了又挂，也是菜的抠脚，太难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当陪玩的呢？就是练练技术呀，而且以前我话也不多。就是平时话特别少，我觉得自从玩了这个做了陪玩之后挺好的，话也多了，游戏也没有这么菜了。不，你话是挺多的，但是游戏还是一样的菜。这技术得慢慢来的，没这天赋嘛。行，你练一练。我正好看一看你现在是什么技术。我看你比较菜，反正。我看你粉丝挺多呀。啥粉丝挺多？粉丝儿，半半粉丝儿。粉丝儿。就是粉丝儿。迷弟迷妹之类的吗？
什么迷弟迷妹？没有没有，那就是，那只是涨个关注度而已，就是。那不是点你单的老板吗？哪来那么多人点我单？没有，就是嫌我菜了，然后完了又觉得我，磨磨唧唧的，说话啥的，然后点我的人挺少的。那你遇到的人也挺多了。你一天能接多少单？遇到蛮多人。一周可能接个七八单吧。这玩意儿可挺恶心人呢。那你说你这么大了，一周七八单不少吧？不是，你一周七八单，你一天就一单呢？对呀、啊，没有人接我下单。你也太积极了。那能怎么办？我可能我不太满足老板的喜好吧。那确实可能。那你是不是也不喜欢我？听你这口气。我还行，我还都可以。我这单是别人免费送的。我是说怎么不给我下单呢？我点个上个小妹妹，她给我送一单，给我免费来了一单。我说那行吧，她非得要给我点一个。我说我不用，我说我不用，她非得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办法。那我这运气还可以，这就点着我了。我说她咋免费呢？原来给我免费点的质量不太行。啥叫质量好？你告诉我什么样的质量叫好？把他们也算上。什么样的质量叫好啊？我得先杀个炼金。行吧，我只要坚持不送，我就是胜利了。质量好，你不得有点绝活什么的吗？你不得这个那来点绝活，顺便这个长得比较好看，声音比较好听，技术也不错，也会比较的说话，说话声音也比较甜，这种的。那你觉得我说话声音甜吗？凑合地儿吧。我觉得你有点大喘气。我没有啊。你是不是肺不太好？我觉得。我可能工作的原因吧，因为白天会说很多话。你还啥工作呀？就是会不停的容易上火的工作。容易上火的工作？什么工作？对，就是很容易被气到，一气我就会大声说话，一大声说话就会嗓子不太好。那边那到底是什么工作需要大声说话会被气到嗓子不太好？你能猜得到吧？你猜一下。我想想啊。大声说话嗓子不好，对，还容易被气着。teacher， 你这英文好蹩脚耶！但是我听懂了，我死了。teacher， 对不对？完了。对，是的。你是一个 teacher， 我的天哪！你是教幼儿园的吗？不是，小学。哦，小学 teacher。嗯，现在小学是不是体育都比较难做？没有啊，不是因为太费嗓子了，因为我教的那科纪律不行，我管不住。你教哪科的呀？
我们叫美术。啊、哦，美术啊，美术还用管吗？我以为对你呀、啊，教就啥是叫美英术，语文、数学什么，原来教美术，我也会美术。对，然后教美术，然后他基本上不管不找纪律，他们都不听，所以我就有时候会大声的说话，然后说多了，所以嗓子不太利索。其实我也能教，我教体育的，我可以教他们搓澡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是画画挺好啊。对，然后，主要是有时候经常也不上课，就搁办公室待着。这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我杀！别打假的！哎呀呀呀呀！我不行啊，我只能靠你了。行，我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。那你一天都上几节课？你是说我又回来了。两节，有时候三节，有时候没有。啊，那还挺好的。其实我就那还行吧。你没教数学语文呢，你教个美术，这是气什么玩意儿？那肯定啊，你我跟他们讲了，我一节课我就讲10分钟，剩下半小时你们自己画。完了这10分钟都不听，那我一讲我就上火呀，我一上火我就大声说话了。这里有日女。刚好今天周末，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下午就一节课。啊，我就没事情做嘛，然后就看一下有没有人下单或怎么样子。那你画画挺好。就接到你的单了。啊，那你画画挺好，你不是你会不会画点漫画啥的呀？会啊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官网推荐呀，伴伴他这期官网推荐，然后上面就放了一些我画的画。官网推荐。嗯。这咋搞啊？就是直接微插关注伴伴 APP 就可以看到了推荐。他给我整通用语。公众号的。我寻微叉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想了一下，这是微信。不过我说实话，也不赖你那些学生，就你这个普通话去当老师的，我也可能也不太听。啥呀？我这普通话太矬了吗？你的普通话比我奶奶说的还差。打个龙，不是因为带有一点地方口音啊，是一点点。有没有眼儿？没有眼儿。但你东北话听着口音也挺重啊。我有口音吗？有啊，一听就东北的，这不是口音挺重吗？我哪有口音呢？我感觉我这普通话挺标准的。我明明叫松子，你非叫我松子儿，松子儿。那不儿化音吗？像松子的儿子。松子儿，我们这不都得叫松子儿吗？你这松子，松子不行，松子儿。你看，这就是区别啊！真的是感觉像松子的儿子，松仔，松子的小仔，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你儿子你怎么读？你不能儿子吧？哈哈哈哈，快乐了，
快乐的混了一局，没有送什么人头，行吧？还行吧？还行，再来一把。我上个厕所。你要去上厕所？厕所你要去多久？你一般上厕所多久？一分钟吧。行吧，那也挺快呀，你搞快点去吧。嗨。服了，我哪有呀？真的是醉了。我说话本来就这个样子呀，我 girl。那我本来就说话就这个样子，慢吞吞的嘛，烦死了。哎呦，占东西吧，我不想给你讲，不想踩你两个脚。醉了。谢谢夜的旋律，寂若流年。谢谢夜的旋律啊。我这回来了，我的速度还行吧？行吧，挺好的。主要我们家。那你的床大吗？我的床必须得大。因为我个儿比较高，床不大，我的脚伸不开。